挑战用老版本纯输出装吕布来玩现在的吕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不知道老玩家是否还记得这个装备呢？以前的名字叫做三圣之力，变成了现在的宗师。以前的老版本出装拿到现在就变成了这一套。后期六神装的时候，攻击力高达1000多，附魔之后一刀暴击能打2600的伤害，一刀劈下去差不多4000。好的，我们开启排位测试一下老版本出装能不能玩。直接出攻击装，前期清线的速度还是很快的。当然了，短板也很明显，就是太脆了，差点让这个老六理性给秒掉。这个老六，我真的服了。总的来说，要伤害有伤害，要肉有伤害的。你们看，我只需要一击就能打得刘备一脸懵逼。对抗细节，小小刘备还敢班门弄斧，看我直接一闪拿下。好的，现在也是出了这三件神装，我们看准 C 位直接跳过去，一个大招将两个暴击就能带走满血蒜香，这是蒜香的极限，而不是我的极限。有一所一，这套装备需要太多金币了，现在还差100金币才做出双无尽，反正轻松带走个蒜香没有什么问题。后期六神装的时候简直就是秒天秒地秒空气。